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米格大叔哦。这间粗宝宝铁板吐司专卖店哦，位在通化街这边哦。那既然是陈帅哥推荐哦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然后这边有写内用或外带，请先填单。然后凡购买星星推荐项目，可以加价购红茶牛奶啊。然后他们是用那个高大鲜奶，品项还蛮多种的哦。最贵是80块，然后最便宜大概35块，还算是平价哦。那 menu 就都拍到了，可以参考一下。那我可能就点第一个品项吧，牛肉培根起司蛋总会，这个看起来还蛮丰富的。那这就是这间店正面的样子哦。老板你好。好。早安。早。因为我刚先看 menu 了，那铁板吐司的招牌是那个牛肉培根起司总会。对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像如果有吃辣的话，也可以吃辣菜脯或者乌拉鱼，也是外面比较没有的口味。辣菜脯跟布拉鱼哦，所以您也蛮推荐那种墙壁上那种，还蛮多客人吃的，当然会回味无穷呀。哦，这样。对。还有客人为他写了一首诗啊。哦，这么厉害？那他那个是推荐的那种，因为你们好像是推荐的那个，就才可以。用优惠买那个红茶的那个套餐的一个概念，就是会有推荐的话，就会折红茶牛奶就折5元这样子。折5元，好，那没关系，我还是吃您推荐那个好了，辣辣菜脯烧肉蛋吐司。本身有吃辣吗？啊，有。有，那就 OK。那吐司是用？我们是用铁板烤，因为本来正常是用这个铁板，它是因为。来不及的话，就会用这个，也是烤盘，这样它受热会比较均匀，它比较不会说太干。对。那请问这间店已经开多久了？目前4个多月。4个多月哦，这样，那营业时间麻烦告知一下可以吗？是早上6点到下午的2点。那公休？公休是礼拜一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还是要点那个红茶鲜乳嘛。要凉的还是温的呢？冰的。那谢谢。去冰 OK 可以啊。OK 嘿。好。对，红茶牛奶。它是有甜度的吗？还是？稍微有点甜。稍微吗？好。OK。公司65元。好。这是一间小小的店哦，内用大概就3个座位，大概只能坐8个人吧哦。那这个肉排好像是就是那种整块的肉哦，整片的，对，好。好像现在早餐店的趋势就是都不用汉堡肉，都是用整片的肉片这样。哦，是的。嗯，谢谢。这全部的 menu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他们的招牌饮料红茶鲜奶哦。那我嘞，那就喝喝看哦。好，如果以10分来讲的话，它的红茶味差不多有到4分哦，然后甜度2分，然后剩下是水的味道4分，所以。是略为浓郁的饮料哦，有一点点甜这样，那但是红茶味跟牛奶味都还算蛮浓的哦，然后不会苦涩，应该是阿萨姆红茶吧哦，那喝起来还蛮舒服的，建议可以点哦，还蛮好喝的，略略甜啊哦，还不错，香气也还蛮够的哦，好，那这分数给他评90分，个人觉得是好喝的饮料。蛮好喝的哦，这个应该是女生会喜欢的口味吧哦。
好，那这个就是老板这边独门的辣辣菜爆烧肉蛋吐司哦，它就长这样。刚刚您看到它这个肉是整片的里脊肉哦，然后还有煎蛋，然后还有辣菜爆吧哦，因为它没有插牙签哦，所以就很快就散开了。现在这样看起来有点惨，那就长这样，那现在就吃吃看。因为它没有插牙签哦，所以拿起来会稍微稠一点。然后重点就是，这个肉的部分吃起来就像那个中秋节烤肉的肉片的味道哦，然后甜甜咸咸的，然后加上吃到这个辣菜爆哦，辣辣的哦，饭类似饭团的那种辣菜爆。吃起来就还蛮开胃的哦，这样搭配起来是还蛮好吃的，是一个蛮独特的味道哦。只是可能建议插个牙签吧哦，不然这样一下子就乱掉了，还不错吃啊。那现在它既然都分解开了哦，那就分解来看，那这个就辣菜包，然后生菜，它有煎蛋，然后跟这个肉片，好吃起来是蛮好吃的哦。然后分数给他95分，蛮特别的。好，那最后这是这一间店的点菜单哦，因为他们没有名片，那就是粗饱饱。然后营业时间、电话跟地址哦，原则上是一个蛮超值的早餐店哦，吃起来还不错，然后口味也还蛮特别的。那各位有来就祝你用餐愉快哦，好，拜拜。